美味的猪油曾经是主流，然而如今要吃却是奢求。超市货架很少有，基本是植物油。那猪油是为啥输给曾经做小弟的对手？因为都有这个曾经非主流，用现代科技加成后，价格便宜又可口。而反观那猪油，因为炸要用猪肉，价格昂贵，辉煌不再有。专家研究指出，猪油不健康，饱和脂肪是祸首，健康就选植物油。可证据不足够，存在相反的研究，可谈研究敌不过没有。